啊，还是这么的支持我们。好帅啊！啊，是吗？我都没听见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就跟他这么一客气，感谢大伙儿啊。这个刚才，好快！刚才是我们这儿两个很优秀的演员，嗯，啊，也不是外人，逗哏的是我干弟弟，叫陶云胜。捧哏的另一叫是我大爷，叫杨进明，老前辈。哎，老二位讲了这么一段，是下去休息。嗯，这场呢还是我们哥俩。对啊，其实来说呢，办这个相声专场啊不容易啊，你得有一个好体力。是啊，啊对，要不然往后就是有点盯对不上。嗯啊，当然也确实是今天呀，好长时间没看见大伙了啊，有点兴奋加上激动。哎，但是挺开心的。嗯，是不是？我这人特别的喜欢和人交朋友，是吗？啊，你看在这演出，咱也是和观众朋友们交朋友。那你还收人钱啊？退退，都找他退去，找他退去。好嘛，我退得起吗？我对你不认识那党魁吗？你不是啊？咱就这么一说，就大伙儿交朋友不挺开心的吗？对，后台这些演员也都是我好哥们儿。嗯啊，你陶阳好哥们儿。嗯，何九华，对吗？那尚九锡，这好哥们儿。嗯，这真的，这平时在一块儿，这就跟同学那个情谊也都差不多，同窗之谊。对，一块儿学，一块儿长起来的。啊好多，还有今儿没来的。啊、还有谁？比如说九零，这我好朋友。哦。行啊，咱看下一个是不是比这个浪更大？孟鹤堂，那我好朋友。你下回拿一分贝测试仪啊，哎对对，看看谁最火去了，看谁现在最火啊。这真是九锡也挺好的。嗯，你看九锡是大伙叫累了啊，换一个啊，反正就这都是好哥们儿。云鹏、嗯、啊，咱拿这测试是吧、哎、高小宝、啊、高小宝是我助理，是今天的主持人、嗯、啊，也都挺好。这我们都别看是差着辈分，我们就跟哥俩一样。对啊，高小宝、陶云胜加上我们仨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。是啊，啊，一块小时候一块玩，一块练功。嗯，咱远的不提，近的就说，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孟鹤堂，哦，小孟，我们俩行了，我喊一回得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啊，等、下回他转场，你听郭麒麟你也叫唤啊、这个，行，听我聊了我们哥俩这交情。嗯，我跟孟鹤堂关系好。嗯，他来这儿来就早，是08、09。跟你差不多，我们一波嘛。你们那波最晚的，对吧？百支一波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他本来是九字的，你知道吧？后、来这反正就往前调了一个，升一格、啊。嗯，这个小孟就是，你前段时间家里好多事儿，不叫别人也得叫我。是吗？放心啊。什么事儿？那也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嗯。这孟鹤堂啊，给他爸爸办满月。对。这是一个，不像人话。咱们一孟鹤堂给他爸办满月，他爸满月有他吗？唐突了，他爸爸给他办满月，那也不像话啊！那不是现在的事儿啊！不是，他反正是家里头，反正有亲戚办满月，有大事儿了，有一大事儿。嗯，孟堂人家说，你看现在都知道孟堂火呀。嗯，哎，操办都是孟堂操办。哦，人家还得随礼呢。对，还得随份子呢。嗯，这份子钱给谁？给孟堂了。嗯，啊，给孟堂，我上人家帮忙去吧。哦，您帮忙？我帮他干点什么呢？您干嘛呀？我精通会计学呀。哦。一个节目换一专业去，哎，行，不是啊，就是会太多了。嗯，哎呀，我这能耐这都不行了，这都是，就得拿手捡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哎，会计学我也会。哎，那么些亲朋好友都给他送礼，嗯，这账谁给算呀？我在下。哦，管账先生，鄙人，哎、嗯，我给他管这些账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咱交朋友得交什么样的？您说，交我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了朋友，两肋插刀啊。您啊，肝脑涂地，嚯！你说不论只要是兄弟的事儿，嗯，办，你看，不要什么回报，嗯，我去那儿就给他弄这点账。你现在孟鹤堂多火，是那么火，那给人送礼，那礼金那少得了吗？那肯定多呀。就你说，就这么一个满月，这么一小事儿，嗯，这礼金120万，嚯！亲朋好友多呀，哎呀，说实在，我都没见过这么些钱，嗯，知道吗？赶紧给人。这算我嘴贱了，我又嘴贱了啊！我见过，好吧，见过，嗯，就在孟鹤堂那儿见的。是啊，啊，120万，你干专场值啊？那可不是不是？你那收那些礼金不老少的，为算这点账，
咱一笔下账都不能有。那是，那当然了，都得哪儿来的哪儿去的都得算出来。哎，120万，我足足三天三夜没睡觉，哎呦，没合眼，就给他忙活这点事儿。你说，哎，这些钱我给孟鹤堂10万块钱，差不多吧？啊，你这个，哎、我交情，咱交情就在这儿。您管账收120万，啊、您给10万，上面那110呢？劳务啊，劳。老五，老五，您扣这么多回扣啊！您，不，你不能白算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您这么办事儿的吗？我为给他算账，我那天那酒席我都没怎么吃，哎呀，对不对？我多爱喝酒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啊、你生气，我得了，我自己留点，我买酒喝吧。哎，我就简单留一点儿。您这什么人？不是120万，那听着不好听。你10万块钱一听是个整数啊，一后边全是零，你有一个二不行啊。来，弄10万块钱，嗯，真急了。那还不急呀、啊？真急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！真的，以后别看他相声，这人小心眼儿。这人小心眼儿。小心眼儿，真的不是什么好人、啊嗯。我给他10万，他跟我还掉脸了。哎呦，后台差点没抽我啊！没抽我，得亏我助理在，你知道吧？嗯，要不然就抽上我了，大嘴巴子抽上我了。你说怎么办？还出去要上派出所要告我去？那还不告你？你甭告那个，得我也给他个台阶去。嗯，给他台阶，想要吗？嗯、想要上我家拿去。呵。你看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其实是当着那么些人，我给他个台阶儿。正经你要脸要皮的人一听，得了得，别去，不会咱这交情没了，不去。凭什么呀？孟他臭不要脸，去了愣去了。不是你们俩谁臭不要脸？上我家去，我都没让他进门。哦，我接着门，我就你不要钱吗？要钱吗？把窗户打开，哗，110万往外一撒。真的啊，真的。你说这搁谁？但凡是一个就是有良心的人，他也不能蹲那儿捡。这您的逻辑是吧？哎，你看孟他，哎呀，这太无耻！他蹲那儿，他一张一张捡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，什么一个那个验假币那个笔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递一下算一张，递一下算110万呢。好嘛，乐死你我。嗯。拿着这些东西，我就看，我在门口我看啊，看着他出了我们小区，打个车走了。嗯，我跳脚骂街，哎，孟唐孙贼，回来，我怎么就弄死你回来？你知道吗？谁还回来？哎，你说就这样的朋友，以后再有事儿，谁还敢帮他？以后有事谁还找你呀、啊？人家，我真没想你也是那么肤浅的人是不是？我肤浛，这一百来万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您是不算钱，哥们弟兄交朋友了吗？就这么交朋友？再者说无所谓啊。嗯。谁我都算上啊、嗯、不交朋友咱们没事在一块没交情无所谓，嗯，不交朋友不交朋友呗。那您怎么着？说相声是说相声必须有朋友吧？说相声都没朋友。对呀、啊、对不对？再说不说相声了，相声圈容不下我，那我不说了。那您干嘛去？干别的，子承父业呀。那你们还是说相声吗？倒不是。你不知道我爸有个电影梦吗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我爸不光有这个梦，他梦太多了。嗯，没事一天没事就做梦。子承父业，朋友们，嗯，我以后当厨师。您爸不电影梦吗？您怎么当厨师啊？这老得拍食神什么的，不是他喜欢看吗？不是哦，没有那个，他又喜欢电影，但是他原来本职工作是一名厨师。哦，我们先生还当过厨子。你看，你不知道吧？这我还真没听说。你都是在他巅峰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说相声的郭德纲郭老师一下火了，哎，这说相声说得好，你过来跟他学了。嗯，想当年他落牌的时候，你赶上了吗？没赶上。落魄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谁啊？嗯，那会儿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没人名气。嗯，其实，在行业内部也是这份儿的。什么呀？这了不起呀、啊！名厨啊！我一代名厨郭德纲没听说过吗？你要不说没人知道。那是家父啊，那是、嗯、啊，你听着，你看我这胸脯就硬啊、嗯、腰板咱就直。呵，我爸爸做饭做好极了。哎，这倒是真的。你看你这都知道吧？嗯，你看的节目了吗？为什么我臭鳜鱼做得好呢？对不对？哦、这咱都是，哎，有联系，都有联系。嗯，我爸爸做的就好。嗯，北京您扫进去啊。嗯，北京饭店知道吗？我知道，这可以吧？啊，北京饭店不软吧？那最好的饭馆，北京饭店。啊。我爸在那儿厨师长，你扫听去。哦，有个郭厨师长，就是家父。哎，哦，北京饭店那郭厨师长那是你爸爸？我爸。哎，不对，我记得北京饭店有6个郭厨师长呢。是人比较多，北京饭店、嗯、对吧、嗯？那个个儿矮的那个。哦，嗨，你早说，哎、那你说矮胖子，矮胖子，哎，对，那是。我记得有4个矮胖子。嘿嘿，
黑胖子，那是那首歌。有俩都挺黑的。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怎么着的？你这是，反正就是北京饭店又矮又黑那个郭厨师长。哎，那是我们先生原来。郭厨师长，嗯，那是家父。家父，哎，那可不，嗯，打小我就跟我爸一块儿，我给他打杂，干点这个下手活。哦，包葱包蒜。没进过厨房，包葱包蒜那叫零碎活，我下手活。哦，切个菜什么的，那叫堆儿上，我下手活。洗盘子洗碗，那叫油活。你怎么不明白下手活？怎么个下手活呢？就是我爸爸看上什么东西呀，我就往外带什么东西。偷啊！藏这么些年，我们不能在成都犯了案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嗯，我们从来不说偷这个字儿。那你们说什么呀？我们有行业术语，行话是否。哦，你们这广偷叫否否。否否啊，这就甭拼音了就、啊。哎，否否，看什么东西挺不错，说把它偷走，不能偷走。那是，否起来。哦，我就明白了。你看看，揣怀里带走了。嗯，这叫否。完了，走不能叫走，叫绞刑。啊，就是勒死啊，就是。你就欠绞刑，你这。嗯。我们这绞刑用绞刑走。哦，绞刑就是撤离的意思。对，啊、这都我们专业术语。嗯，当然了。我们不能在北京饭店偷东西。那你们去哪儿啊？你北京饭店人东西都有数。对、啊、你偷完了人回来人领导就知道了。嗯，我们有时候还接一接这个，你们可能管这叫堂会。啊，有，我们叫跑大棚。对，咱们举例子，比如说现场有位观众朋友，哎，就这大姐吧，我看离我近，这大姐、哦、家里头比如说要办这个生日宴会、哦、办生日宴会，办什么这个结婚典礼，嗯，家里太大了，嗯，家里趁好几千平米，火人也多、嗯、不想出来吃饭馆，嗯，请我们上家去，我们给做饭。啊，过去大户都这样，跑大棚。嗯、你要说真浮，就得浮这样的，怎么浮呢？这还不知道啊。您给讲讲。我就跟你们讲吧。啊，我跟我爸，祖国大地，山南海北，没有没去过的。啊，哪儿都偷过。啊，不就哪儿都浮过啊？别老瞎说。四川。哦，就本地。来过。啊。有个大老板，非要请客吃饭。啊。哎，吃火锅，嗯，要请你看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来了吧，嗯，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这需要我们准备什么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就来了，嗯，跟着我爸上这儿来了。当时我记得还是一个冬天，哦，天儿特别的冷。是，我呢穿的不是别的，啊，大褂，哦，穿大，为什么穿大褂？这是工作服，是吗？嗯，啊、嗯，大褂穿的稍微松松垮垮一点，哎，我穿个特大号的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刚才刘哲穿那大褂，嗯，哎，我穿上。啊，这个就好浮了，哦，里头能藏东西啊。你看看，哎，穿上那大褂我就来了。啊，那年大概我也小，才七岁。哎呦，才七岁，也就七岁，大概可能也。您往回长呢？不是，一米二吧。嗯，特别矮。是，跟着我爸就来了四川了。哦，到四川做饭吧，人家一看老板也不在。嗯，我爸一看，差不多到时间了，再不浮来不及了。对呀、啊，冲我一努嘴儿，嗯，开浮。就是开偷的意思，我这儿就明白了。嗯，等您指示吧。我爸一看，您涮锅子吗？嗯，有这牛羊肉，哦，都是鲜的。哎呀，真地道。我爸一看这牛肉，高兴，四十多斤。嗯嗯，浮起来。我浮这四十斤牛肉啊、哦！我七岁啊，朋友们。哎，我才不到八十来斤啊。浮，那爸爸都发话了。是啊，浮吧。嗯，四十斤怎么浮啊？嗯。我先拿起菜刀来，在这案板上啊，把肉放好了，一剁两开，嗯，两块好浮。这怎么浮啊？我带着工具呢，啊，拿出一根铁丝来，那铁丝长的啊，中间你给它窝弯了，两边呢，这头你给它拧出俩钩来，嗯，你看这牛肉，拿起来，一边一块，这个戴在脖子上，哦，就挂在胸前了，哎，嗯，我这哎。大牛肉不是好，行行行行行，没人没人看见，没人带着了啊！我爸一看这不行啊，嗯，光浮点牛肉像什么呀？那怎么办？还得浮。哎，四十斤羊肉。哦，还有羊肉，浮起来。嗯，一样啊。嗯，同样啊，一刀两开，拿铁丝窝弯了，弄俩小钩，一根一块。这个再搁头里，这不像话了。这个，嗯，这不行，这违反这生物本身的形象了，知道吧？这个咱怎么办？搁后头，这把您能勒死，我跟你说啊。
这前面坠四十斤，后边坠四十斤，俩铁丝儿。不是，你别从这儿走啊！啊，那不绞刑了吗？你从这儿走这个？那怎么勒呀、啊？这我头里我带着这个，你记着吧、哦，这不有一个吗？挂在这上面，上面有一环儿、哦。哎，把这个从那环里穿过去，解后边吊好了。这还平衡了？哎、平衡了。一、嗯、开始你老这样啊、嗯，老这样，这会儿你……哦，行，您这烦恼就没有了。哎，没有烦恼，站、嗯、直了。嗯，这回行，穿上大褂根本就看不出来。哎，缝够了吗？没有，还得缝，还缝什么呀？看来看去，大米，哎呦，大米也好吃，四川大米好，四川大米，嗯，装在一个米袋子里，嗯，缝起来，这怎么缝啊？好办呀，嗯，咱装在裤腿里啊，这裤腿怎么装米？哎、你看，你把底下这个脚这儿啊系死了，哦，裤子打开了，抄这大米，哗，都倒在左腿的裤腿里头。不，这，哦，你想说什么？这咱能吃吗？这回去还，你回淘的不就能吃了吗、哦？对不对？弄好了，行，满意了吗？不行，还怎么着？还得缝，还缝什么呀？还得缝。你四川火锅吗？嗯，有什么这个百叶呀、啊，哎，毛肚啊，嗯、黄喉啊、嗯，这些这都好东西啊。嗯，我爸一看，缝起来。这怎么缝？咱这条腿不闲着呢吗？啊、哦。打开了，毛肚、黄喉，嘁哩喀喳，午餐肉，哎，都搁里头。这毛肚越来越脆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真，我回去都给发起来。哎，系好了裤腰带，嗯，蛮好，挺好。大褂你也看不出来啊。嗯，还得缝，还怎么缝？还得缝。一看旁边，你咱这蘸料香油啊。哎呦，油碟最好吃啊，最香了这。我爸一看这好，缝起来。这液体怎么往外带啊？我心说也是啊。嗯。我说这个我给他喝了，好，喝了我怕我就扛不住回家呀。那可不嘛，这跟那核桃一块盘出来了，就这个，这关键出来也不香了，那就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光是油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咱有辙啊！看这墙上挂着一条猪大肠，哦，猪肠子，猪肠子，嗯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嗯，有人爱吃肥肠，对，这还没切呢，啊，把它拿下来了，这头系死了。这边拿起那香油瓶子，嗯，冲着这大肠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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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都怼里头了。嗯，搁点蒜泥啊，好，您吃来真全。哎，点点蚝油，行吧？蚝油，哎，挺好，放点醋，可以，不错。嗯，系口，系上了。啊，把这条香油猪大肠捋直了，系在腰上。嚯，这可得轻点系啊。系好了，大褂一挡。看不出来，行了，还得缝，还缝什么呀？还缝，缝什么呀？火锅底料，就是人家四川这牛油火锅底料。对呀、啊哦，我吃火锅，你得吃火锅底料嘛，你不得、哦、对不对？火锅底料，牛油的，这怎么带、啊？大冬天呀、啊嗯，这牛油啊，你想你不做开了，它化不了啊。哦，它装在碗里，它就是一个小坨坨，凝固了。哎，拿起来，正好戴一帽子，摘下来。再戴上，看不出来，哦，行不行？嗯，你要是做成小熊，那就坏了，哎、是吧？得亏那会儿是这个碗的，嗯、扣上戴好了，对，看不出来，还得缝，还怎么缝？我不光爱吃毛肚、黄喉啊，嗯，我还爱吃鹅肠啊。对，这鹅肠可不错呀、啊，在水里头淡着，泡好了，这我缝，嗯，拿起来，都缠在脖子上，这玩意儿多遭罪呀、啊！那怎么办呢？缝出去吗？嗯，外边围一个围脖，好嘛，看不出来。嘿，还得缝，还怎么缝啊？还得缝。看那案板上啊，还有几条黄瓜。哦，这不错呀、啊，这个。嗯，这回吃完辣火锅，你来点黄瓜，你多好啊，解腻，清清口。嗯，这黄瓜这身上上下搁不下了呀。嗯，哎，我这裤腿满了，我这袖筒没满呀。那怎么办？把这黄瓜顺着袖筒都塞进去。哦，都塞到这儿。嗯，哦，哎，都塞进去，都弄好了，弄好了，弄好了。这手只能一直这样，这黄瓜也够长的，一直这样，你手不能打弯，一打弯这黄瓜呲就出去了，哎，只能这样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还得缝，还缝什么呀？看看啊，旁边地上还放着一火锅，铜锅子呀？哎，人家这火锅还不是说咱四川用的那个大铜锅，嗯，这是北京那种铜锅，哦，就烧炭那种，哎，是景泰蓝的，嗯，看出这家有钱了，嘿，拿这锅子。我爸一看不错啊，缝起来，
这锅子怎么浮啊？我觉得这有点难哈。啊，这我爸爸说了，那浮吧。嗯，这咱也有辙。您怎么办？我拿两根铁丝儿。嗯，这铁丝儿啊捋直了，中间不留弯，这边一个钩啊，这边一个钩，两根都这么弄。这大火锅还有两个这环儿啊。嗯，哎，一边一个环儿弄好了，我一下蹲啊，把这个就挂在我里边那裤腰带上。嚯！挂好了，慢慢起啊。嗯。好嘛，啊，而体操运动员那劲头啊。嗯。站直了。行了。我爸一看，行，差不多了。啊、嗯。脚行。哎，可以走了。脚行。走啊。走是吧？走。你走给我看看，你怎么样？怎么走不了了呀？我都这样了吗？身上东西太多了，我敢动换吗？我啊，没事没事，慢慢蹭，慢慢蹭。哎，这会儿他们都涮火锅呢，没人管你。嗯，我寻思走吧。什么造型啊？这要有人出来看见，非吓坏了不可啊，跟僵尸似的。我爸爸在头里带路，嗯，我在后边跟着，嗯，走来走去，走到这门口啊，你看人家呀，有好多这个工具哦。什么锄头啊，嗯，什么铁锨呀、啊，啊，都摆在门口跟那儿立着，什么都有。哎，我爸这人走路有一缺点，什么呀？不看道哦，我师傅都这样。哎，不看道儿，鼻孔朝天，哈、嗯，这么一走，是、哦、吧？江南四大才子似的，是吧？分、嗯、往前走，他没看着这铁锨，嗯，这手一扒拉，火了，这铁锨倒了。嗯，你说你弄倒了，你给他立起来不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见。他犯懒哦，他一看倒了，回头冲我，啊，扶起来。他是让我把这铁锨给扶起来啊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扶起来，把这铁锨也带着呀？你看我这造型啊，哦、这我都蹲不下身啊，我都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办呀？那爸也说了，嗯、我看这铁锨啊。这铁锨这头啊是铁的，这把是木头的，木头卖不了几个钱啊。我估计我爸想要这铁头，好卖废铁去。嗯、我过去拿脚踩，我一踩，这头起来一下。你看，我一踩它起来一下，我想这么踩着踩着，一会儿它不就折了吗？哦，就能带走了。该着倒霉，怎么呢？我正弄着呢，嗯，人家本家这老板出来了，哟，他想上厨房看看我们准备怎么样了。嗯、哦。这老板还是四川人，看我跟这儿正弄着呢，一下就冲过来了。哦，哎，你做啥子啊？标准四川人。我一听坏了啊，他我做啥子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做啥子啊。人问你干嘛呢？这我爸让我弄的，我也没法说呀。我说我爸让我偷这铁锨，嗯、啊，我就解释呗。我说没事，我这运动呢，我跟这儿呢。有这么运动的？我爸一看坏了，嗯，把人招来了。对呀、啊，赶紧一个箭步冲过来，哎，老板，这是我带来那个小伙计哦，给我帮忙，给我打下手那个，您是不是都不认识他了？嗯，人家一想，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？很标准啊！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？刚才没这么胖啊！是啊，我来的时候那穿大褂的显得瘦啊！是啊，我这现在身上不都好几百斤东西了吗？不都是、啊？是没这么胖啊，也就我爸有词儿哦。那什么，您不知道，那个我们孩子呀，在您家呀，您家这饭太棒哦，一吃完呀就胖了，嗯，哎，就跟吹气球似的，呜就胀起来了。这可能吗？哦，老阔也没变庞多吗？啊，就是这个头怎么没大呀？对呀、啊，你想那头脑袋上他藏不住东西啊，搁别人没词儿。哦，我爸有词儿啊。怎么说的？是一开始也胀起来了，后来出来一刮冷风，这不又给馊干了吗？是不是？挤得胡说八道。人家一看也不想管这事儿，嗯，接着就问，想问问今天准备的情况。嗯，坐了几桌了？哦、啊，就是坐了几桌了。我们坐了四桌了。坐四桌了。哎，不是让、啊、你们坐四桌吗？不让你们坐十桌吗？是啊，是四桌，不是十桌，是四桌。是啊，您看您自己都说我没错，就是四桌呀。
老苦痛。来，算一行，算一行，算一行，就是算算吧。要跟我爸算账。嗯，一说算账，我爸开心了。为什么呀？只要一算账，把我就支走了。哦，我带着这点赃物一回家，死无对证。哎，这是个主意。你想想，这怎么了？这又？那我爸爸，嗯。可我是这么想的，人家老板没这么想。哦，老板也精着呢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以七算一行，叫你一块儿以七算一行，我哪能跟他一块儿算去啊？我就往后退，我说老板，不，我就回去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往后这么一躲，他往前这么一抓，这一抓两抓没抓着我胸口，抓着我这裤腰带了。哦，就是那猪大肠。我这裤腰带可不一样啊。是啊，他一使劲，我一寸身儿，嘎巴，怎么了？猪大肠折了。哎呦，香油顺着腿就流下来了。好嘛，一大胯都是油啊。啊，老板都傻了。耶，你们这个弯儿好肥哟。老板明白了，我一看都这样，这没办法了。嗯，你走吧，跟人走吧，就上人家会计室去了。哦，一到那儿，人家跟那儿算账。嗯，这屋真缺德哟，大冬天的啊，里头这空调开得特别暖和。是啊，你平时我是感觉暖和呀，啊，我这会儿我不行啊。哎呀，我一身东西呀，啊，我感觉我这毛肚都一个个都脆了，现在都。哎呀，我在屋里我还坐不下。嗯，我这裤裆底下挂一火锅呢。我把这给忘了。你说这怎么办呀？我跟这站着，眼看就要出汗，我说不能出汗。嗯，我凉快凉快吧，我就扇这大褂。你想一扇这大褂，它好歹它有点风啊。对呀，我还能凉快凉快。一扇这大褂，嗯，坏了。怎么坏了？我刚才挂这火锅的时候啊，嗯，我忘把里头那炭倒出去了。哎呦，在我裤裆底下它开了，着了。好家伙，顺着我后脊梁往外冒黑烟啊！哎呦，我都傻了，汗一下就下来了啊！汗下来不要紧，脑袋顶上我还顶着这牛油呢。对呀，这牛油也化了，满脸的红道子呀！我怕这老板看出来呀，我赶紧拿手擦。我这一伸手不要紧，这黄瓜全出来了。哎呦，别的看不出来，黄瓜才看不出来。是啊，他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攥着这黄瓜，结果是那么回事哦？怎么回事？搁别人早没话了，哦，也就我爸爸太有主意了。怎么说？一句话能给解释上来了。嗯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这孩子他就是个寡娃子。谢谢，咱们先演出，先放着，先放着啊！谢谢，哎呦来了，哦，这是我是吧？这个，嗯，哎呀，差点没认出来，搁这儿不太合适。来来来，身体还挺健康的是吧？感谢各位吧啊！这个刚才是张九龄啊，还有王九龙。也是我两个好兄弟，嗯，逗哏呢原来跟我一块儿合作，哦，捧哏的呢也不是外人，是我的表弟，啊，也不知我们家这个基因怎么这么不稳定，是吧？我表弟1.91米，嗯，我呢1.89米，我不厚道，你们都不厚道，是吧？你看他2.3米，你看我多少？我1.89米行吗？你1.89米啊？你1.89米，我2.74米了，我跟你说。你有病！你过那个立交桥，你都走不过去，那限高呢都，你知道吧？你有那1.89米的基因吗？你告诉我。别哈别！他们家那保安1.89米，我踹死你了！咱不瞎说、嗯，反正表弟，嗯，还有我们一个好兄弟下去休息，嗯，啊，因为俩人说的确实挺辛苦的，是啊，歇会儿。这场呢还是。我们哥俩，啊，其实刚才这节目吧，
少帅出征，玩文字游戏、成语接龙什么的，大伙儿都能明白，咱们就是娱乐嘛。对，对，也都不较真儿。嗯，但是头里我说的相声本身就是有真有假，是有的在表演，有的说的真是心里话。嗯，你比如说真的头里我那些个什么红不红什么的，对我真无所谓。真的假的呀？真无所谓、啊，红不红的无所谓。对对对，我们星二代怕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你说，你不红呗，不红不红呗，是不是？老子一直红就成啊！不红我也一辈子，红也一辈子，无所谓。但是对我哥来说，意义真不一样。为什么呀？真的，我哥毕竟你也没这个，没家里没这个基因是吧？就是我跟郭麒麟比，确实家里我们家都是正经人，你知道吗？确实。我们家都不是正经人，就是说家里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啊。对对对，这个确实，人家是，反正你按他的话说，老说我有一个好爸爸，可能你这么说，你没有一个好爸爸，没有一个有名气的爸爸。哎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严格来说啊，现在有了啊，永远也有不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你红不了你啊？不是。有没有名气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主要你自己过得开心，哎，你觉得你现在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，嗯，就很好啊。您过上了吗？我无所谓，咱们聊你的问题。啊、说我、啊、聊你的问题啊。我哥这人真是我特别为他鸣不平。嗯，你我一为你鸣不平，这走了俩，你看他们不为你鸣不平，不是又回来一个吗？啊、哦，又回来一个，这行这行啊。这个我哥这人吧，嗯，说相声时间也不短了，十多年了，他比我还长，嗯啊，说了很这倒是啊，不，说相声时间比他还长，嗯，说相声的时间比我还长，怼我也没用，嗯、真的，他呢、嗯、表演的经验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各种各方面的，反正都挺有基础的经验啊，对对对，啊、但是、嗯、你怎么不是表演的经验吗？咱们净化舞台啊，行不行？我什么也没说呀，我表演的经验吗？你说啊？我怕你往歪处想。嗯，这个我哥说实在，到现在不火，嗯，被埋没了，真是被埋没。哎，这就是您知道。对，嗯，这我说实在话，这被埋没了。嗯，这个这么多年，那你得好好想想，你也得反思。嗯，可能有一些个同行同业排挤啊什么的。嗯，有时候可能咱们德云社本身内部竞争就很大。对，咱们这人人都努力。对，哪一个演员都很优秀。嗯，肯定有竞争啊。但是你得想你自身的问题。嗯，你为什么不火呢？还是没好爹，我不说了吗？你得想点别的。没有别的了，没有这个年代没有别的。不是你，啊、你不是拜师了吗？拜我父亲为师，我都花钱拜的，那不管用。这不好事吗？这不是这拜的多了，岳云鹏啊，人都拜了呀。你听，人孟唐是一个一个捧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估计轮不着我，对吧？孟唐64，你是65啊？哎、怎么了你、啊哎？这快了嘛？我直接办出院，我马上就轮到你了、哦，快轮到我，对不对？嗯。再者说，嗯，成不成大腕，成不成明星，对我哥来说，可能我哥都不往心里去。哎，往心里去，往心里去是吗？当演员谁不想过得好点？我不是说你淡泊名利吗？哦，淡泊名利，爱听吗？嗯，行不行？行。我跟这人就是个淡泊、嗯、名利的人，知道吗？那你别签我就成，知道吗？淡泊名利，嗯，对这个根本人不看重啊，都是身外之物，人都不看，只要家庭幸福，哎，两口子生活怎么甜蜜就很好。哎，这个对，对不对？嗯、他们我去，我哥跟我嫂，你骂什么街？这是，我嫂什么过去干嘛？过去就是。就是我羡慕啊！哦，你羡慕我跟羡慕啊？对呀、啊，前两天，嗯，520的时候，啊，哎呦，这俩人，这通是秀恩爱啊！哦，真的，就你看闫鹤祥那天发了一张自拍照，嗯，啊，就他在镜子面前自己拍的，啊，秀一秀啊，因为我哥这人平时眼神一直不太好，哦，啊，但是秀了一秀啊，我媳妇儿为了保护我的视力，嗯，给我弄了一顶绿帽子，但是。戴绿帽子跟保护视力有什么关系？你老看绿色的不是对眼睛好吗？哦，是的，是不是？就戴那色的，有时候不戴。嗯，反正大部分时间有时候，反正戴不戴无所谓了。啊、嗯，就生活就甜蜜。哦，你说你家里都这么甜蜜了，你还管工作干什么呢？哦，这么回事儿。钱够花就行。不够花，不够花。你们在座有几个说自个儿钱够花的？我跟你说，各位，你怎么你
幸福生活幸福指数 啊，指数这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幸福，你幸福吗？我还行。你有指数吗？我有指数。你指数有阴性？我指数好几个加号了。啊，没问题，糖尿病。哦，不是那个啊。对，我糖尿病了，我都。哦，你不能得糖尿病。我不能得。不行不行。你，我问你哥啊，你怎么样？你现在？我还行。问谁啊？我问你。我问我怎么样？我问我媳妇儿，问得着吗？我、哦、我问你。嗯。就你现在你觉得你幸福吗？还行。跟大伙儿透露透露，嗯，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有什么在德云社一月挣多少钱、啊？说咱们公司福利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讲讲讲讲，我身为少东家，我也不想听听，不想听。不是，这属于商业机密的。这说你这不在意，不在没无所谓，我都没拦着你，我让你说的。哦、上面要惩罚你，你说，我帮你撑腰。哦，行行行，我上、啊、在这儿的。对，你就说你演一场，我爸给你多少钱？那。睡前睡后了，您问的。睡去前呢？这没有睡前给钱呢，你怎么了你？这都知道没有睡前先接着。睡后呢？睡后好几回都没给我。哎呦！什么玩意儿？他爸狠着呢，我跟你说。等会给我一块糖就完了，就。吃甜甜啊？啊，没有啊。哪个税啊？你说哪个税啊？哪个税啊？左边一合，右边一对，上税的税是在上面，不是？是不是？是我上面的领导跟我说这事儿，就是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啊，你上税，上完税之后，上完税我好像不够上税的。你我天哪！你怎么赚这么少啊？哦、啊，那问谁？那赖谁？那个幸福指数吗？这不？对，哥，没事 啊，没事。嗯，包在我身上。包在您身上了，包我身上。您要继位了是怎么着？我没，不行。事不夺权啊，理不容。这个不行。嗯，我呀给你出一主意。干嘛？想出名？变身？想赚钱？你现在你跟外边说你是擎天柱，人谁信啊你？有人找你签名吗？不是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改行。改行？我30多了，我还改行？难过30不学艺啊？没让你学艺，你学别的呀。那我还能干嘛呀？干别的不行吗？啊，或者说你想想那个变种。变种，我这种不错，我变出来干嘛呢？我没不是你，我当人类挺好。不是你不是变，不是变种族、啊。变种族就是你，咱们相声演员是表演。嗯，你想想相声的变种，你就是干点别的，相近的姊妹艺术什么行业什么的，是吧？唱个歌啊，跳个舞啊，演个戏啊，弄个综艺啊。哦，就是多栖发展，有兴趣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啊，唱歌去吧。我嗓子不好，不，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唱歌跟嗓子没。唱歌，让你唱歌去。行啊，去吗？啊，可以。去吗？啊，随便，咱随便，什么综艺咱都上啊。啊，什么综艺咱都上啊。唱歌的。哎，什么那个好，啊、就是好声音啊，是什么有啊？好。好声音，好声音，对对对，好歌曲什么，你去呀、啊哦，你去呀、啊，行吗？对呀、啊嗯，大道，带你上道，哦，去吗？嗯，去，嗯，你到时候去，没事，你不用练，你不用练，你到时候你就说啊，我教你怎么说，嗯，就是你唱完之后呢，只要这个评委啊一跟你说话一搭茬，嗯，你就说你不义，我不义，哎，你太难了、嗯，太不义了，就是你啊，就是怎么说，想你就说你打小啊父母双亡，对，哎。打小就父母双亡，哎，然后呢，后来是出生一个月之后呢，一个月之后让一个老虎给叼走了，哎，叼走之后呢，反正特别难，反正就是后来是让人把胎盘捡着就养大了，之后呢，就反正就大概这故事吧，故事差不多。说完你火了，什么我就火了，这能火吗？这火，在网上炒你，胡说八道就，我们都买话题，你就是什么玩意儿？胎盘哥，这不行，对不对？什么呀！我这能火吗？这唱歌又胡编故事。你那完了，那完了，给你条条大路，你不愿意走，对不对？这么多你一步登天，你不乐意去，是不是？那你行，那你那个脚踏实地也行，找个小酒吧吧，好不好？找个小酒吧。你好多歌手人先在酒吧驻唱、哦，后来被那个星探挖掘带走之后，哎，这下成名了。哦，这也行，对不对？你先酒吧里唱去吧，啊、对不对？反正挣的也不少。嗯，对不对？有客人呢就陪客人聊天，嗯，对吧？反正客人要带走呢，那价钱另算。对，完了，整个我都说了没有睡前给钱的，您说什么呢？这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跟客人聊天干嘛？哪个客人愿意带我走啊？带我走他给，今儿我的客人谁说带站着让我看看，让我们瞻仰瞻仰、嗯。我的天哪！这么我今儿客人都来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没有，好家伙，长得跟谛听似的，你们都带走了都。
您得说那个正经的行业，你不能老宣传这阴暗面。这怎么阴？酒吧唱歌怎么阴？什么酒吧唱歌？干别，跳舞。就我这身材，我跳舞去，我跳那怎么的？跳舞不行啊？行吗？找个夜店领舞去呗。我上夜店领舞去。行，好夜店第二天就得关门，我跟你说。没事。广场舞那是？广场领个舞行吗？行不行？广场随便找个广场。啊，是，我找个广场，对吧？哎，你陪没事就陪大爷聊天，对吧？大爷要带走，那价钱另算，对吧？到时候怎么老得把我带走了？我要的大爷，这是孩子不在身边，让你上家去给大爷帮忙什么的。哦，这么个意思啊？行不行？去不去？去不了，这不受不了。这去不了，还不如说相声。这去不了啊？人家换别的，有的是节目，有的是节目。哎，综艺吧，上综艺啊，综艺好，综艺现在好，你拍完就上，对不对？你跟电影电视剧不行，那都费点劲，综艺吧，行，上个综艺啊，要拍电影也行，是都行，反正能火就行了啊，行不行？最近我想想，咱们我带你上个综艺，带你上综艺，湖南台的吧，哦，湖南台好不好？哦，行，带你上一个叫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哎，我带你，哎，你就火了，你就可爱萌了，你带我上《爸爸去哪儿》？湖南卫视。湖南就这节目是不用啊，湖北卫视我带你做一节目啊，叫爷爷在这儿，知道吗？没劲，我一片苦心啊，朋友。你有什么苦心？一片苦，我希望你好，希望你好。去你的吧，像话吗？又完，又没劲了，又没劲了。什么？这节目火得了吗？你到底那想怎么着？你想不想火吧？想火，你得教点真能耐呀。真能耐啊！就这样啊，告诉你一个小秘密。哦，小秘密，小秘密，小秘密。最近啊，朋友们，都别外传的，朋友们，都别哪个节目都别外传啊！对，我们这像地下演出，我们这都是知道吧？这都不能外传啊，容易把我逮起来，知道吧？泄密了都。最近咱们这个浙江台啊，马上要办一档新节目，新节目宣传咱们这个古风的这么一个节目，哎，叫这个《中华呀好气功》，知道吧，朋友们？中华，我就听着中华好声音什么什么好声好诗词什么这那个啊，好老，对，这为什么好啊？对不对？这是咱们中华好气功，这是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，你得继承，你得发扬，对吗？中华好气功，哎，最近马上没事，强档热播，中国蓝强档热播啊，中国好气功，哦，好气功，真的啊，每周一凌晨1:30那个档，好。这必须得上早班的看上早班，呵，这好啊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这个就找着我了，找着您了，找着我了啊！说是反正希望我去，因为知道，因为我们家有这个传授，我们家有传授，你们家有气功的传授、啊？对，谁呀、啊？我呀，我爸练气功啊。你爸不说相声吗？练气功、啊，这课余时间说相声，是吧？郭德纲专业练气功是吧？主要练气功啊。哦，这您都不清楚？不知道。知道吗？在家里，我跟我爸见面聊天，我妈跟我爸俩人在一块儿，都没有亲热的举动。亲热也不让你看见。我踹死你！我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亲密的举动，这行不行？哦，亲密的举动。人两口子出门搀个呀，搀个胳膊，拉个手什么的，很常见吧？啊，这倒是。我们家您各位上网看去。各种什么那个这狗仔呢没拍着过哦，就是我师娘跟我师父，哎，对、嗯、为什么我妈不跟我爸拉手出去呢？嗯，因为我爸会气功，知道吗？哦，郭老师一发功，哎，就哦，他是被动技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他自己控制不了，就是你爸会气功就不用挨着也能亲热的意思。哎、我踹死你！不是，我没听什么意思。不是，跟亲热没关系，就是你不能，你进不了他身儿。哦，你明白吗？是吧？不是，你进不了身儿。谁进的事儿了？我不明白。你不是。贴近。哦，贴近不是印。哦。明白吗？什么人这都是，你不能靠近他。哦，不能靠近。哎，他有那光波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光波，气劲。微波炉是怎么的？还有光波。你要是不尊重咱们传统艺术了。哦。真的，就是真的有气劲这个人。哦。你知道吗？你贴近离近点。哎呦！真的，这都是真的，真的。这是气功啊，这是太极啊，这是你这是。不能大手一碰就。哦。哦，你看过这个？我看过，网上录像，这别人以为是假的，真的。哦，真有，这就是一拉手，咔咔咔。真的，
不是你是让人揍我是怎么着？有后遗症啊？没，真的真的。哦，气功，您会？我这个我还没学会。哦，那你说的干嘛呢？我会别的新的呀。别的您会什么？能会这一个气，会这一个气功管用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别的呀，别的。别的您会什么？我们家老郭家不传之秘啊，不传之秘。什么？爆肚？爆肚？你是做爆肚的？哦，口吐莲花。别站起来，都别站起来，朋友们啊！人家站起来干嘛呀？我怕你们害怕，知道吗？别站起来，别站起来，坐着听就行。口吐什么？口吐莲花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明白啊？哎，简单说吧。嗯、啊，我们家这门气功，嗯，这个绝学啊，就是你拿过一瓶水，嗯、啊，当着这么些人面啊，啊，注意，嗯、啊，当这么些人面，哦，我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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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能给他喝了。成了，这是老郭家独门秘籍啊！那你那么说，老严家也有独门秘籍？什么什么？你拿我一张饼，吭哧吭哧，我能吃了，是吧？抬杠！废话！我不光能喝，我还能吐。对，我不光能吃，我还能放出来呢，我还能。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，我放出来也不是饼了。你呀，你等着吧，让我爸收拾你去。什么玩意儿？对对，哎，摔跤吧，爸爸！哎、啊，行，什么玩意儿？歇会儿吧，孙子。你才歇会儿！你说的是气功，喝一水那叫气功？不，光是喝水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吐出来为什么不是水，朋友们？嗯，吐出一朵水莲花。哦。喝进一水，吐出一水莲花。对，你水谁喝进吐出来的水，它没有规定的形状。哦，您这个呢？一吐出来是一个莲花，嚯，知道吗？嗯，先是一个花骨朵，嗯，紧接着这花骨朵它打开了，围着就像在哪儿啊？我吐出来，比如吐在这儿吧，哦，从这儿开始围着咱们这个杭州剧院转，哦，朋友们真的啊，转留神一会儿拍照，我告诉你们，转，哎呀，唰唰。一直转，大概转这么九圈，嗯，转九圈，嗯，又回到这个位置，嗯，从花骨朵，它慢慢转，哎，变成一朵水莲花，嗯，在这个水莲花里头站着一个人，害怕吗？站着一个人，也是水做的小人儿，哎呀，这个眉毛眼睛啊特别的清晰，这小人站在里头干嘛呢？抽烟喝酒烫头，是吧？这于谦儿，这是，就这门绝学，咵啪，这抽完了烟，喝完了酒，烫完头，啪嚓掉地还一滩水。对，哎，这气功吗？就这个呀？气功，对，这马上中国蓝最近那个导演正跟我那个接洽呢，中华好气功没代表，那个导演正跟我联系啊，一会儿大概演完之后，去趟这个台里头跟导演说表演一下这节目，啊，反正现在这节目呢要演完准火呀。这肯定是一个现象级的综艺，不是真会假会、啊。你知道什么叫现象级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收视率好高好高，就好多人看那种，知道吗？那你全国56亿人看那种的，你明白吗？那我们等不了了，让现在让他来一回怎么样，各位？来，我看你这个现象级的综艺节目，口吐于谦这个，来，你看来。不是。这东西你我还没录那节目呢，你现在演完不信，到时候一录的时候不没劲了。让他们别外传不就完了吗？把手机都关起来啊！不是啊，是我今儿来，我为什么说这事？我为什么敢说啊？啊，我就是要找一个助手。助手？对 ，assistant， 知道吗？嗯 ，assistant， 哎，有一个助手，知道吧？我得找一个助手帮助我，我那也就是找你。可以啊！你看你跟我上这节目，啊、我啪一吐完，嗯，你这火了，哦，就我这就帮助您，对对 对, 对，行，来呀，我也看看这个，观众也看看，我们行吗？啊，行，那太好了，啊，那咱们我那试一回吧，来一回，好吗？我、啊、演练一下，嗯、啊，演练一下啊，咱们做一回这个口吐莲花，嗯，口吐莲花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变的，嗯，不是，因为他得借助我这个神灵的力量。朋友们，你还有封建迷信的这朋友们，什么呀？什么你神灵的力量？对对对，诸天神佛，知道吗？哎，还有诸天神，哎，就全世界的神仙，知道吗？哦、得请他们要帮助我。都谁来的？就好多人，你甭管了、
反正请了好多神仙，嗯，由他们帮助我，嗯，但是呢，你说我怎么跟人联系呢？啊，我得有一个法器，法器，法器，哦，需要呢一面铜锣，哦，就打那锣，对，因为什么？这个锣的声音您听着听不着，人神仙能听着，哦，知道吗？你感觉声音不大，其实神仙在九重天之外全听见了，一听见锣声。全来了哦，所以说现在你要是没有锣，咱也我也来不了，我那个展示不了。咱这没有锣呀？没锣吗？啊，那完了，干弄不了了。那找一代替的，能出声不就完了吗？神仙能听见就完啊。锣大白兔要不？啊，这不行，这神仙听不着。没多新鲜的，在后边神仙就是这样。这灯笼拿不下来吗？灯笼可不行啊。干嘛还没天黑呢？你要干嘛？找着了，嗯，找着了，这个就行。对，我这脑袋当锣呀，这当锣，不是人神仙乐意吗？这个不，你乐意就行。啊，行行行，行吧，啊，因为你配合一下，这神仙一来，咱就变这个。可以可以啊啊，哎，脑袋当锣，嗯，咱还得找一个锣锤。哦，打我这个锣。对对对，哦、打你这锣。嗯，那个我那个开山斧，哎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好，我这助手，咱还去不去台里了？你这找一咱拿斧棒。别别别，咱拿扇子就完了呗。这不行。哦，嗯，扇子吗？扇子。拿扇子呀。嗯。这扇子怪好的。嗯。行，拿这个行。啊、嗯。拿扇子试试。行行行。好吧。啊。那列位上演啊，我们表演一段失传已久的郭门气功。哦。口吐于谦，好吧。哦嗯、口吐于谦啊。开始啊。啊、嗯。一二三。二二三，变不了。怎么变不了啊？哑巴锣。哑巴？什么叫哑巴锣呀？敲盘没声儿啊。这还没声呢，这啪啪的，这出声。谁们家锣啪啪响啊？应该的。那锣是铜音儿，哐哐，得这声儿啊。那您这也出不来这个声儿啊？不是，你鼻子底下那眼儿是干嘛使的？你对。嘴吗？这不是那学呀、啊，学口技 B-box 会吗？哦，您打我，我这配音是吗？是啊。哦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哐哐会吗？哦，哐哐，哎，啊、来就这么说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，变不了啊？怎么了？迟钝锣迟？怎么又迟钝锣了呀？你延迟有多高啊？你这是？我打完了过二年，你再你哐哐啊你？哦，我就是网速不行的，我以为、啊、不行，你快呀、啊，快点是吧？快呀、啊哦，宽带了是吧？对，宽带、哎、连通了，怎么的？啊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拖拖，疯子锣，你看啊，怎么叫疯子锣？你有病？你我都敲了吗？我那应该呢，锤到锣鸣啊！哦，掌握好这节奏，讲究一个同步，哐哐，哦，看出来了吗？再来一回啊！再试一回啊、嗯！一二三，二二三，哐哐，跟随着师傅上茅山。哐哐，茅山有个毛老道。哐哐，他把戏法儿与我传。哐哐，教会了徒弟整八个。哐哐，倒有七个成了仙。哐哐，只因我贪玩没学会。哐哐，师傅将我赶下了山。哐哐，赶下山来无事做。哐哐，变个气功打架棍。哐哐，先变个狮子滚绣球。哐哐，再变个珍珠倒卷帘。哐哐，珍珠倒卷帘。哐哐，倒卷帘。哐哐，卷帘。哐哐，帘。哐哐，乐言。哐哐，帘。哐哐，倒卷帘。哐哐，倒卷帘，哐哐，倒卷，你死机了是吗你、啊？来呀！来来来来来，倒卷帘呐！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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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哐！变啊！试试锣，哎，试试锣，好，你试锣试七十多下是吧？哎呀！你把这发型都给我搞坏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还挺可乐。变呐，变不了啊。怎么变不了啊？没水呀、啊。要水干嘛呀？我口吐莲花，我得喝口水，我才能喷出于谦来的。
我拿唾沫弄一鱼签，你爱看吗你？您试罗之前你怎么不说呢？我知道你行不行啊？我给你找一水去。你快点！这傻帽儿的，能有这节目吗？你说是？哎呦，好家伙，我的妈呀！我别咂摸了啊！还不错，嗯。你挺透亮哈，嗯，有点甜。我糖尿病嘛，对，不是我那个，我糖尿病啊，我喝不了甜的，我就给搁这儿了啊。你早说啊，你早说啊，你吓我一跳，你这。行行行，那来来来来啊，来啊啊，咱接着开始。来，哎，我这再开始，您就念这咒语就成，我自个儿打行不行？我今儿来能保护一下我这发型，好吧？啊啊！来了，那不来了？怎么不行？你这人，我跟你说最烦啊！这种心眼多的人，人神仙为什么愿意帮助我？嗯，因为我诚实，诚心诚意的请人家。哦，你说我打你，我不是为打你，我是为敲锣。嗯，人神仙能听见锣音儿才来呢。嗯，你自己来，你肯定你也不使劲儿，人神仙听不见，到后来来不了了。谁说的？我肯定使劲儿啊！你来我看看，没问题，来就是个使劲是吧？嗯，咣咣！您这是演技派这个人，你看看，怎么演技派？你挨着了吗？你这孩子多立的跟钱塘江大潮似的，你看这个，这不叫钱塘江大潮的这个，不是这人家西师弟的，那是不是？给使点劲是吧？多新鲜！咣咣！怎么样，各位？这个人居然跟自己有仇，你看看，我跟你有仇，我就行，可以，那没问题，好啊，来啊，来开始啊，嗯，那个开始之前我提醒你一句，嗯，这个一会儿啊，我在念咒语的时候啊，记住千万不要插嘴，为什么呀？就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很古怪，哦，对吧？你呢？你说你也没见过神仙啊，嗯，一会儿哗，我一请，满天的什么这个是什么太上老君啊，是吧？什么玉皇大帝啊，什么佛祖什么的，耶稣啊，什么就全来了。是吧？你见过人家吗？嗯，你没见过，你跟人搭个是吧？哟，你挺好的，吃了吗？啊，咱吃爆肚去。你说这个那行吗？人爱听吗？对不对？你来一个神仙，人27条腿，你问人家先卖哪条腿，那怎么办呀？对不对？我怎么那么贫呢？你不行，你放心，我你看你不能瞎说话，我一句话都不说啊，这也不行啊，嗯，这也不行，嗯，不能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。等到最后了，嗯，最后我这个咒语完全都念完了啊，需要你发挥了。我怎么发挥？我咒语念完了啊，喝了一口水，这个时候哎，气运丹田，我这气功啪马上就要开始变了啊。你在旁边你得帮衬着我。我怎么帮？身为我的 assistant 啊，你啊助手需要前腿弓，嗯，后腿绷啊，抱拳拱手，口尊我的法号。你还有法号？哎，我有法号。叫什么呀？爸爸，明白吗？不是，你法号叫什么？啊，爸爸。不变了，朋友们，不变了。不是，这什么法号？这怎么还叫摔跤呢？是不是？我不是，我这个法，这是梵文。哦，梵文。梵文。哦，梵文。因为什么？你得喊我这法号。哦，他们都知道我的法号。嗯，这些神仙全了解。哦，你喊这个，他们明白，马上上面开始夸。给我发功哦！哎，夸一下哦！祝书这个能量哦！我这夸一使劲，这夸才出来呢。我就说，啊啊！您就你怎么你拉了呀？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我这话咱们超便宜了。不会不会，啊，你说你放心，没事啊。我说，爸爸，来，嗯，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您倒是喷呐，啊！我这一出去，马上一朵水莲花。哎，小人一出来，东北满哈，他出来就唱，于谦就出来是吧？来来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来来开始，我唱着啊，我说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，还得从头数，哐哐，一二三四五。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，还得从头数，哐哐，一二三四五，哐哐。
那么老从头数啊？我忘了。你往忘的说一声，你往后来啊。一二三四五，哐哐，金木水火土，哐哐，要把戏法变，哐哐，还得抓把土，哐哐，一请天地动，哐哐，二请鬼神经，哐哐，三请毛老道，哐哐，四请孙伯龄，哐哐，五请桃花女，哐哐，六请老济公，哐哐，七请猪八戒，哐哐，八请孙悟空，哐哐，九请萨达姆，哐哐，十请本拉登，哐哐。你有病？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？萨达姆、本拉登都是神仙吗？咱不是神仙，什么神仙？这那多厉害呢？那个、都给弄死了，都给弄死之前呢？那拉登那么多年，人家美国没找着他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找着？嗯，有仙气儿哦，有仙气儿。嗯，到后来你以为那美国人抓住了给弄死了？嗯，人家归位了，归位，天上神仙。人家来到咱们人世间就有时间的，待个几十年都回去了，人家历练，明白吗？渡劫，三生三世，知道吗？三生三世，十里拉登，你都看过吗？你都，真是。来，接着变，来，变什么呀？变啊？变什么变？我变个大和尚变？那拉登的脾气多大呀？我说没说让你别说话，别瞎说话？拉登我都刚看见那正奔这边走着呢，你一说话人就回去走了。哎，这不变了，这走了是吧？那怎么办啊？打头来吧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。对，您先等。胜利锣鼓。从哪儿来？从第一个节目来是吗？不是打那个头来吗？没有，从那去本拉登那儿来呀、啊。从本拉登来啊！一请天地动，哐哐，十请本拉登，快，就回去了，快。早请早到，哐哐；晚请晚到，哐哐；如若不到，哐哐；铜锣相叫，哐哐；请神接仙，哐哐；八抬大轿，哐哐；净水泼街，哐哐；黄土垫道，哐哐；腊月二十三，哐哐；糖官祭灶，哐哐；姑娘要花，哐哐；小子要炮，哐哐；天气变换，哐哐；注意感冒，哐哐；刚来杭州，哐哐；觉得呢有点冷。哐哐，因为什么呀？北京啊，特别的热，很闷啊，朋友们。但是到杭州很凉爽。哎，这我很诧异，咱们不是南方？你想玩死我是吗？你、啊，往下来呀、啊！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看这个姑娘，拿着个大炮。哦，哐哐，她抬起来了。她又冲着我照。哦，我还挺合辙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闹的。然后这个姑娘不错。哐哐，第一排第二位也不错。对。第一排第三位挺好，你挨个数我受不了，是吧、啊？往下来呀、啊！什么我还有我、啊哎？什么眼光？数还嘿？不，你这什么呀？这都是咒，你不能咒语啊！我是一种框框啊，不是记住，是记住吗？记不了。抬头观看，框框，众仙来到，框框，众仙来到，框框，众仙来到，框框，咚，哟。爸爸，您倒是喷呐！爸爸，您倒是喷呐！哎呦，爸爸，您倒是喷呐！我这样的我去你的吧！